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记者会的现场。那今天呢，这个台北地方检察署北检哦，有在我的两个案子的部分，好，稍早有开了记者会。那因为还没有收到起诉书的关系，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先做一个初步对于新闻稿的回应说明。那同时，我想因为今天有两个案子啊，所以我想首先先第一个案子比较单纯，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资策会好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他的一个告发北检的背信罪。那这个背信罪呢，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说他提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直到了4月28号检察官传讯我过去了解相关的案情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相当不实的一些指控。那今天我想其实在这个北检的这个詹启威检察官进行的这个不起诉书内容上面也都有写到，包含说资策会控告我诈领这个国外的出差费，前往不管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这一个留学哈，是不经过这个主管的认同，然后我们诈领的这个出差费，还有前往新加坡来进行 Frost and Sullivan 的这个得奖，好，都是一些就是诈领的问题。那还有这个专利的部分。那我当天其实4月28号在收到这个传讯的通知，在出庭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瞠目结舌，因为以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经过主管的指派且认同，所以我才去做这些事情。那不仅仅是在像新加坡的这个更夸张，那个得奖的奖牌上还有资策会的名字。我在演讲的时候，一开始跟大家国外的这些与会的这个贵宾打招呼的时候，也说 I'm on behalf of Triple I。所以这一些照片跟这一些的相关的一些影片证据，我都有传给。就是以答辩状的方式提供给检察官来了解。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实在是有太多荒唐的内容哦，甚至还说什么我是用了我的资策会的研究记录簿的内容去给科智申请一个专利。那后来我在当庭看到的这个征讯的内容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夸张，因为他是拿我2017年的研究记录簿在资策会写的，然后说我拿这个内容去给2016年的科智申请专利。好，所以里面存在着太多的夸张的内容，那包含我也提出了许多的一些跟资策会内部的主管的往来，那我不确定是不是检察官在传讯的时候，这些主管也有如实的说明，其实当时前往辛辛那提大学的所有的这些求学跟兼差的内容，其实就是科智的这个内容，其实他们都是知情且同意。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也会跟律师在讨论，是不是对于资策会这样一个离谱而且因为选举而产生的产物呢，我会研究是不是要提这个诬告罪，因为里面的内容实在是有太多不实，那真的是想要让人就是于刑法就是被判予刑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我的这个前东家，我是在今天的不起诉书上的内容看到，我是觉得蛮失望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案子先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那关于第二个案子的这个贪污治罪条例跟伪造文书罪的部分呢，我想其实这个案子，我想在一开始在侦查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检察官就已经认定就是要起诉我贪污，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无论是说在检查侦查过程当中，明明是在一个密闭的侦讯室当中吃的便当的种类，或者是说有许多在侦查当中连本人都不知道的讯息，都可以透过不管是从媒体或者是名嘴或者是网络各种不同的爆料去带风向。我想今天得到这个贪污起诉的结果，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意外。那我想这过程当中也对于这个不管是这些讯息的外漏或者是选择性的揭露，然后让我变成是一个好像直接已经在社会上人设毁灭或罪犯的这个刑诉，我想这件事情也造成了为什么大家说侦查不公开，其实就是希望所有里面的这一些侦查的过程，不管是检察官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证人或者是涉案的这些相关的助理，大家的心证必须要是纯粹基于事实。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选择性的揭露，让整个案件不管是从社会的一些舆论的形塑，或者是对于这些相关案件的助理，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从整个侦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是台湾史上侦查不公开最典型的一个笑话。那再来，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新闻稿，因为刚刚其实还在忙，那看到新闻稿的内容，其实我也发现检察官对于许多我身为被告有利的证据是基本上是完全的不管不顾。举例来说，在里面其实我看到他有写到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助理费的部分，
我先强调，我的办公室的助理都是有实际工作，而且他并不是人头。今天我的助理检察官自己在庭当庭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我的助理都说他们有加班，他们也有工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助理有实际的工作，不是人头，而且都有加班，那何来的所谓诈领加班费或诈领助理费？他今天用他的劳务依法依规的取得了这个加班费或者是助理费，他后面他就算他今天愿意把它捐出来作为办公事务的分享使用，请问他前面这一件事情哪里有错？我觉得我们的助理大家可能就是可能也真的被检察官吓到，或者是被媒体上面的时候讲到好像什么要关40年吓到，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知道是也许这个等到起诉书类出来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刺激了解到说大家的这个说法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是，其实检察官自己在起诉书上面都说助理都说他们有加班啊，都有工作啊，那请问一下他们到底诈领了什么？这个是我第一个点我比较不能够理解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在从4月28号是我的第二次征询，我12月15号搜索完之后先征讯，然后到4月28号的时候是第二次备传，当天又有资策会的备信案的这个开庭，然后我在助理费的案子，其实我当天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我也很想要跟检察官好好来回答，但检察官当天呢，我们有要求说我们希望继续开庭，而且检察官自己在庭中也说了，他说还有很多问题他还没有问完，我想这回头我们去调录影带都可以看得到。如果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完，那我又要求开庭，我5月的时候也在去函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再开庭，我希望把这些事情都跟检察官好好讨论，而且重点是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检察官告诉我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到底犯罪所得是什么，我到底施展了什么诈术啊。你在所有侦查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予被告一个充分的了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指控的情况之下，从4月28号当天你自己都说你还要再开庭，你还没有问完，结果结束之后到现在快4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开庭的通知，就这样子做了起诉的决定。那我也必须要讲这个起诉的决定的时间点到底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个月的28号，就在2个礼拜之前，其实我们新竹市政府，我们已经移送了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棒球场案，我们已经完成了行政调查，移送林志坚与吴唐安到监察院。但是当时我选择什么？我选择不要去大发新闻稿去做，因为我想现在是选举期间，我们就是好好的依据审计部、还有审计室、还有我们的监察院多次来函要求我们做完行政调查之后，对于行政人员有涉案的做惩处。所以我们在7月2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移送监察院，结果移送监察院2个礼拜之后换得什么？我想今天在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奇怪，那我也不知道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北检里面，其实不管是说4月的时候林邦良检察长的一个调动，那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检察官后续是不是还会再做调动，这些我也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回归到案件的本质，今天看到新闻稿上面，我只能说很多非常荒唐荒诞不经的内容，真的是颠覆了所有我在对于这个过去看到的这个贪污或者是这些判决的判例，没有人头的案子，大家都是实际有工作有加班，那竟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好，那再来里面很多的一些我想最近就是热门的影集大家可能都有看过，其实检察官对于被告有利不利都应该要一并注意，就想这大家应该都朗朗上口了。我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提出了相当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所谓今天起诉中的新闻稿所写的，不管是什么洗头啦、双眼皮贴啦，这些费用，这些其实就是助理秘书他帮我代垫的费用，而我都有归还。我想我在不管是在这个侦查之前的记者会，或者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提出了证据来证明我有请助理记得代垫的部分要登记，而我要归还这件事情。那好笑，起诉的新闻稿里面也写到说，这个 主任也 不否认说他这个确实我有归还。那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是谁没事要贪污一个费用，然后贪污完之后还要再跟他说我要归还，这个整个的逻辑都非常的奇怪。所以呢，基本上所有代垫的我都有归还，我也从来没有指示我的行政主任说
要把这些带电的费用用这些所谓的办公室的零用金来做周转，我都没有这样指示他们。所以今天带电的费用就只是带电的费用，而且不要一直放大好像什么洗头啦什么东西多多的钱。立法院的洗头公定价就是150块，而里面我跟你讲，我现在甚至连这个流水账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的流水账还是要靠媒体上面揭露的版本，因为那个账也不是我管的，钱也不是我管的，支出呢也是他们助理会自己去跟行政主任说他要去支出某一个项目，行政主任就可以直接跟他做支出。所以在这情况下，我看了一下那个账，我说哇，洗头到底几次啊，讲得这样沸沸扬扬，其实就6次。然后呢，立法院的公定价洗头就是150块，各位可以想一下，有需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的去做这件事情，来为这个事情就只为了这样子洗6次头吗？这非常的不符合一般的人性吧。然后再来是今天呢，这里面有讲到，还甚至写到说什么这个制度是我设计原创。我告诉各位，我在担任立委之前，我根本对于政治、对于立法院的运作一点都不熟悉。我今天怎么可能从一个科技业转行来当立法委员，然后我可以设计出这样的制度？今天这个制度，不管是我或者是我们办公室的行政主任，其实我说真的，他就是从民进党李俊毅委员的办公室带过来的一个制度，这是他告诉我的。那当时我就是说，哎，我不要去收这个钱，所以你们自己去管理这个钱，或者自己去支出，你们愿意捐就捐，我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助理去要求过这个助理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非常的匪夷所思。如果说今天这所有的钱都是要摊进我自己的口袋里的话，那我告诉各位，我不需要这么麻烦。一般正常的这种贪污的助理费的案件，它的样态是什么？就是委员或者是议员本人他自己拿着这个提款卡，甚至这个助理可能从来也不知道立法院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呢他就开了一个账户，然后这个钱就直接到立法委员或者是议员名代本人的身上，不是吗？正常贪污应该长这样吧。我没有道理我今天还要去贪一个46万20块，然后这46万20块里面大部分的钱，各位如果现在我跟各位一样啦，我看的都是媒体的版本，因为我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流水账，我也没有所谓的表账理账，我也都是看这个媒体的版本，它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46万20块用在哪里，大部分不就是都全部都是办公的支出吗？而且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事情根本也不是我去受益叫他们去出这个钱。所以我跟各位讲，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真的检察官不应该在这些有利的证据上完全都没有去注意，然后呢在起诉的新闻稿里面写的东西好多的情绪用语，这些情绪用语都不应该存在。然后再来是今天他讲说你的助理费爆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贪污的样态，我再次跟大家讲，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助理费的报支决算执行率是高达97%到98%，所以今天立法院的助理费爆满这个事情，并不是只有一个高鸿安立委办公室这样做，它其实是所有立委办公室的助理费都是爆满使用。那如果爆满使用的情况下，这个助理又都是有真的劳务加班工作，又不是人头。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这就是一个错误？你不能因为他有捐出来，你就去否认他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工作过的事实。我想这是第一个，施展诈术这件事情绝对不成立。那再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这个新闻稿里面呢、啊，甚至讲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设计是我设计。我再次强调，这是李俊毅办公室的主任带过来的这个制度。然后呢，我。基本上呢，在这个期间哦，他所有去收的这个跟助理，不管是我们讲劝募好了，请他们捐一些到零用金好了，这些钱呢，我都没有去经手，没有去问他放在哪里存，或者是他今天是用了多少，谁付了多少，谁几月几号付多少，这些我都没有去特别去过问，或者是说他所谓的支配，然后呢，我也没有指示什么他要去跟谁谁谁去收钱，都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只有看到一个人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些片面的支持，就把他这件事情罗织成一个很夸张的犯罪。我今天讲贪污是一个重罪，这么重的罪怎么会检察官用这么草率的方式去做起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然后再来，他说
我的办公室事务费我从没有支出，这件事情我在答辩的时候都有讲，他看的是我一个薪资转账的账户，而这个薪资转账账户我也很明显就是我有转账到我另外一个银行的账户，就是我原本使用在进到立法院之前我的银行本来就在使用的银行账户，他却用说我原薪资转账的账户这个地方没有支出，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我在这个账户有转钱给另外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是我平常使用的，所以呢我今天的支出我也都列出来，我确实都有支出于办公事务，然后呢检察官在这篇新闻稿上也完全没有提到，他就讲说我的办公事务费我都没有使用，都是我自己留下来。好，第一件事情，办公事务费在立法院是不需要任何单据就可以请领的，如果今天不需要任何单据就可以请领的办公事务费又何来诈术的使用？第二个，我今天这个办公室事务费我也有支出于公务啊，那只是说今天这个支出的公务，今天我的主任他们没有把我支出的公务放进去这一个零用金的列表，但流水账列表，但不代表我没有支出，我在这过程当中我都提出了单据去跟检察官说明说我有做这个公务的支出，所以这件事情各位在新闻稿上也没有看到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说这整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政治的考量太多了，变成说好像前面闹得太大你后面没办法下车，所以你不得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起诉。好，真的有要贪污的人他会用这种方式这样子去设计一个制度大费周章，然后最后呢其实说真的也没有贪到什么钱啊，你可以各位去看啊，它里面最大笔单项，我记得那个媒体上面的新闻就是列出来那个流水账，你知道那流水账的内容上面还写到说什么最大一笔的单价，我还去算哦，最大一笔单价是什么咖啡机还有冰箱，各位可以去立法院看看，咖啡机跟冰箱也都还在立法院的办公室，而且我不喝咖啡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要买一个咖啡机或者是要去买咖啡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整件事情呢，我希望说在后面哦，其实当然进到了这个起诉的阶段，好，那检察官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个人的见解，那我也知道说其实跟过去一般的这个法院的实务见解我相信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贪污今天可以这样判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史无前例第一件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接下来在法院的部分，我也希望法院还是回归到法律，回归到司法，我今天所提的所有的这些证据到时候在法院上我们也会好好来跟法官说明，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要对于这个检察官的草率起诉以及没有尽到对于被告有利不利一并注意的这样的事情，我也必须要给予谴责，我希望说今天大家不要去做政治的判案，今天我身为一个新竹市长，我其实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新竹市政顾好，所以我会努力的来面对接下来的这些法院的攻防，我也相信在这些法官的专业的判断撇去掉政治的考量之下，这件事情终究会还给我跟我的助理真正应该要有的清白，我会努力的为我跟我的助理讨公道在接下来的法庭的诉讼上，那我也希望所有的新竹市民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把新竹市政给顾好。以上是今天的记者会说明，那比较详细的内容也许我今天已经请律师去跟北检要求拿到起诉书的书类内容，一旦拿到起诉书书类的内容，我们会再请律师陪同一起开一个更详细的记者会来跟大家说明，因为今天是时间上比较仓促，所以先跟各位做一个初步对于新闻稿的回应如上。好，以上，谢谢。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